罗访问北京，在北京紫禁城午门前展示球技，引起民众围观拍照。世界杯球星现身北京，每到一站都引起球迷惊呼。在北京民族小学，他和两位球友，三个人和58个小学生比赛踢球。All right, give it a try, let's go！ 跳球过人，大脚到空中，出界了。尽管出界了，但 C 罗玩得很嗨，他鼓励小朋友好好学踢球。在一场记者会上， C 罗还大秀中文。你好，你好，哇，帅，对吧？C 罗访问大陆的行程满档，从故宫到学校，到体育用品商店，再到奥体中心，每一站都有粉丝跟随。然后带着小孩玩呢，来玩啊！你喜欢 C 罗吗？为什么？他们幼儿园小孩哦，来这边看最近世界杯来的。粉丝穿着 C 罗的球衣表示支持，而在场外还有小贩售卖 C 罗的签名照。这样一张多少钱？100。尽管在世界杯上面是及早达到恢复武汉人心，就红不让这场活动很多的球迷是拿不到票进场的，但他们不担心，还是守在场外，希望能够见上偶像一面。C 罗访问北京短短两天，行程满档，掀起一股 C 罗旋风。记者戴绿、李宗芳、杨奇浩，北京报道。